哎呦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有爸爸在。其实哦，看牙齿一点都不可怕。对，一点都不可怕。看牙齿哦，一点都不会痛。对，一点都不会痛。我们家小魔豆不会怕看牙齿。对，因为牙医叔叔会送我大气球哦。所以等一下不可以哭哦。现在啊，你的牙齿蛀了一个很大的洞，我们要把旁边的清干净，然后打一根钉进去，再把它补起来。忍耐一下，很快就可以了。小魔豆，小魔豆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坐一下，坐一下，让我坐一下。要勇敢，不要怕。多多姐姐，你的鞋子好漂亮。你的鞋子也很漂亮啊，像两颗青菜。谢谢，送给你。嗯。公司，你今天哈、哦、要发薪水条，还要修电脑，还要送档案去印刷厂，还要买两个垃圾桶，一个要给恐龙，一个要给骆驼，再买一条卫生纸。知道了哈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哈，今天你要去大妈那边哈，跟她拿她的插画，这个很重要哦，要记得哦。朵朵啊，你没有来上班以后，我们公司一团糟哎。你知道吗？逮得乱七八糟的嘞！大熊啊、骆驼啊、恐龙他们去拿插花，他们都不去啊，假装很忙的样子。